集洪金宝模仿在魔王大道找到新定位的大凯，总是以搞笑结合新奇的桥段博得大家好评的他，今天可是要跟咱们的超偶达人一起合作，轰炸般的武术啊！林子毅，准备来介绍吧。功夫熊猫原来是他教的。我有。为了生活我可以忍，但是我入中国武术就不行。我是洪金宝，好灵活的对手啊！大家好，我是洪金宝。我为什么这么认真练习呢？就是因为要在好莱坞拍片。其实我拍了很多部好莱坞的片子，只是大家不晓得而已。蜘蛛人，我演的；蝙蝠侠，我演的；情定北海岸，白云演的。这个其实不重要。我为什么这么认真练习呢？就是因为很多人，他们想要来挑战我，他们常常来踢馆。今天不知道会不会又有什么人来踢馆。哎，什么东西？功夫熊猫还带着两个小弟，这一块匾额上面写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你丈夫生病了，住在亚东医院。东亚病夫，看来你真的是来跟我踢馆的。你出来，既然你来踢馆，就由我来出题。我们练武术的人外练筋骨皮，地蹦你会不会？我们从基础的开始。地蹦，哎，我先说，我数到三才能蹦啊，哈，数到三开始啊，哈，开始。你输了，因为我还没数到三，你就脱跑。外练筋骨皮，内练精气神。接下来，我们来跟你比一下拳，台湾拳你会不会？台湾拳不会，海带拳你会不会？这两种拳都不会，你又输了，8-0。看来你拳不行，那我们来比脚好了。脚，上板子。我呀！这样都能踢破，很厉害。不好意思，帮我把板子加到3块。你又输了，因为这一关我们是比谁踢剩下来的板子比较多。手下败将，你到底还有没有什么大绝招？尽管使出来吧。什么东西？叫我让开。什么东西？我单听你这么会翻滚啊，那还拍什么功夫熊猫呢？我们拍翻滚吧熊猫啊，歌舞片这样子不是比较热闹吗？哈，来了吗？歌舞片啊，哈，音乐麻烦。谢谢大家。
我只能说这个达人真的很强啊，因为呢戴着这个玩偶的这个头套，既能翻又能踢得中目标。你知道他们这看其实是看不太清楚，视线很差。有。你看，哎，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你刚刚晃来晃去，你还好吗？头太大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先谢谢我们的达人，谢谢。谢谢。来，这有点像是李炳辉先生的萧煌奇。来，往左边呢，好可爱哦，这位置好可爱哦。这位置好可爱哦，他不想走了。老实啊，好可爱哦，超可爱的，很加分。这个在小朋友的那个族群里面会很加分哦，真的。接下来我们要请俊逸上来一下，来，俊逸，俊逸，看完这一段表现，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一次大凯是火力全开了，真的。我自己也笑得很开心。你笑得很开心吗？现在呢，听说呢，你的达人要先听声音。对，这个。也是我们这个怎么说，也是我们南部之光。好，先听一下他的声音。你那边有好戏多不免等待呀，世间有爱不朽的人啊，上好命不通等成功来吃阿母大，阿母啊已经无在遐。喂，我们节目太强了吧！这个我只能说100%像，因为上次我们已经得罪萧敬腾了，这个礼拜不要再得罪别人。什么像？哎，这是本人吧？对呀。二姐出场一次也要个几百万吧。哇塞，你在不公了，哎，大会不公平，他是熊猫马三只，你要江辉都来了算什么？大凯，你有博，你的是好莱坞明星呢，功夫熊猫哎，好不好？国际巨星哎，我们也不过是个台湾天后而已。对啊，怕什么呢？不要紧张了，好不好？不要紧张，好不好？不过你们看那边有个绿色椅子，有没有？对，你先去那边看一看，不会去的，好不好？放心，好不好？先休息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表现。来，俊逸。每回总是能以惊人的歌声震撼全场的林俊逸，极度相似小哥的表情动作更是让人印象深刻。今天他将带来超越先前表演极限，将与台语天后一同深情献唱哦。喜欢教育之名啊，不错。石头的烂，请你爱相信我，最后的结果也是无打算。人生行就到，向上一嘴饮好大，上好醉是莫搁我。是呢，只要唱到这首歌曲，我就一直想到那放杀我的那个春娇啦。听起来哪会这亲像我的春娇呢？来哦，小烫烫，烫滚滚的土油鸡来哦，土豆土豆，北港的土豆，台中草鹅鹅饼，修理电风，修理电煮锅，恁家有派去的乌托邦无？起来买哦！哎，少年拢在遐看，你不要来倒土的恁啊！看是个人气，歹势。你唔知哦，你这台车有一点啊。